现在报道说，其实我们台湾自己也在偷偷研发更漂亮、更先进，类似这个美国的这个 X-47B 的这个无人机，真的有这件事，而且名字取得很炫，上古神器朱雀啊，孝伟哥，哇！我当时看到这则新闻啊，真是我好羡慕、哦。你感动吗？你流眼泪了吗？感动了。然后我想，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哎，真的。我个人相信，以目前我们的中科院来讲，他们其实有相当多的无人机的研究计划。因为你看现在的战场，无人机基本上已经快要主宰这个战场了。没有错啊，你看讨论过很多。哎，前几天那个电影嘛，《激战未来》又让大家重温了一次、这个无人机有多么厉害。因为他的那个报道啊，讲说这个飞机啊，他说全长啊大概有大概9公尺，然后翼展大概有14公尺，然后这是很大台、哎，对，很大台，14公尺的翼展、啊，对，然后重量呢，还有大概是7吨，7吨呢大概是多少？换算成磅数大概是15,000磅。所以呢，它上面装一台 TF-1042 的发动机。TF-1042 发动机呢，就是我们 FCK-1 金国战机装在机身上的发动机。用自己本来就有的这个发动机。对，也就是说，所以其实它有道理啊。哎，其实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新闻啊编的其实还蛮合理的。编的蛮合理的。哎，对，因为这个编的蛮合理，因为你看嘛，他说既然这个发动机是台湾自制的嘛，而且其实我们之前也都讲过，我们常常讲大陆山寨美国 X-47B 如何如何，大陆山寨那个我们前几天也讲到山寨那个美国的 Global Hawk 等等。那其实如果今天台湾要做 UCAV 啊，或者 UAV 的话，那当然。其实我们也拥有一定程度的技术了，它这个飞机做出来以后，上面呢还要有逆中涂料，逆中涂料可以逆中啊。其实台湾也做过逆中涂料，只是你知道那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实验之后吓一大跳，他们那时候拿一架中科院的这个当时有一架 AT-3 的这个教练机，对不对？他们在全机喷了这个逆中涂料以后，称一称，赫然发现这架飞机重了1公吨多啊！哎，所以这个重了1公涂个料就多了那么重、啊。因为其实啊，逆中涂料它里面有很多是那种铁啊，那种就是金属性的这种粒子，因为涂上。去以后才能够吸纳这个那个电磁波，大家不能误会，不是像油刷油漆那样，不是这个样子。对对对，其实所以那个逆中涂料很重，之前我们也讲过嘛 ，B2 每飞行一趟回来要弄那个逆中涂料要搞半天。对，那这个飞机你看，其实它整体外形啊，真的非常的那个感觉很有未来感。它能够怎么？它真的能够攻击啊？能够达到我们的效果吗？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台湾，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未来的情况，就是你不管是在未来的新一代的这个战机，然后或者是跟美国啊，想要我们要买这个 F-35 啊，这个战机好，目前来看短期内要实现的可能性似乎都不大。对，所以呢，这条新闻它这样做出来哈，就是说代表因为台湾现在在对外军购上受到了这个层层阻碍，所以呢决定自己来搞 UAV。但是它其实这个里面啊，有一个最大的让人最羡慕的一个部分呢是什么？他说这个是舰载型的，舰载型的，哎，就是跟美国的那个就是那台一样啊，哎，对 ，F-47B 是那个舰载型的嘛，外形也很像、啊，哎，我们也弄一个舰载型，而且他说我们。他那个新闻说，我们这个朱雀还能够折叠翼，对不对？然后可以从那个军舰上起飞。就刚刚有看到翅膀可以折起来省空间的这样子，哎，像这样。对对对，军舰可以从军舰上起飞跟降落。哦，其实我们国军啊，现在还真的有6架飞机是可以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跟降落的哦。就是我们空军啊，有6架那个跟美国买的 E-2C H-E-2K 外销型的这6架预警机。你去看到它那个飞机的时候，对不对？你会发现它当时要给飞机啊从航空母舰上起飞所保留那个弹射那个拖杆还在，然后那个整架飞机的尾钩也在，也就是说它当时那个飞机是可以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跟降落的。那时候其实我们当初在交接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印象，都是用那个阳明海运的货运轮啊，把那个货柜在那边围成一个圈圈，把飞机摆在里面中间，对不对？其实那时候在交机的时候，我们有想过，那个飞机如果在运回来的时候摆在你美国的航空母舰上，然后等到经过它去波斯湾、经过台湾附近的时候，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然后回来就可以用了，哎，就可以了。对，但是因为麻烦是麻烦在美国一艘航空母舰就那么大，你摆个2架预警机会占掉它2个停车位，没错，哎，对，所以他不同意。但是这样一讲。哇、哦，马上想到舰载，这问题就来了。那我们的舰在哪里？航空母舰在哪里？啊、的确，航空母舰在哪里、啊？最大的问题在这里啊！对啊，哦、所以说、这个，还是其实我们有，只是你们不知道啊。这个实在航空母舰太大、你如果说要一艘够规模的航空母舰，至少长度也要250公尺嘛，能够起降才能够起降这个飞机。那这个都那么大的船，基本上是藏不起来，因为不可能像无敌铁金刚一样把这个岛打开，然后无敌铁金刚就从岛里面伸出来啊、也不可能说有一个山打开，然后一艘航空母舰跑出来。不是我们，那有没有可能我们其实已经。都讲好，我们之后会有呢。
啊，所以在大陆要这样报呢？哎，其实某种程度来讲，它其实我觉得也是那个鱼目混珠啊，因为中国大陆自己现在山寨的很厉害，他们现在就山寨了这个一款这个无人机，跟美国的 X-47B 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相近。所以呢，既然这个反正这种做这种新闻也不负用不用负责嘛，那既然这样的话，也把这个兄弟拖下水，那连名字都取好了。哎，这个所以我说这个新闻呢，真让我感觉哎。假如我是真的有多好哦，那真的是希望是真的，因为有总比没有好，至少有了新的武器呢，可以拿风光一下，不用老是什么这边买不到，对不对？就是这样的道理。